十大必看动画电影，第十《生之行》。如果声音有形状，那么一定是我爱你的样子。受过伤害的两人互相拯救，互相救赎的故事。第九，秒速五厘米。我们即使发了1000次的短信，但是心与心之间的距离大概只能接近1厘米。第八，引火之森。无法触及的爱恋，一生只有一次的拥抱。银消失了，把美好的回忆留给了银。第七，游戏人生零。正是因为生来一无所有，因此我们能拥有一切。第六，你的名字。不管你在世界的哪个地方，我也一定会去见你，直到燃尽生命的最后一天。第五，玉子爱情故事。青涩的感情总是如此动人，爱就要大声说出来。第四，紫罗兰永恒花园外传。京都动画的涅槃重生。有人在殿堂里放了把火，有人在废墟中开出了花。第三，你好世界。10年后的你穿越时空过来帮你找女朋友，这样的爱情你喜欢吗？第二，青春猪头少年不会梦到怀梦美少女。祥子最动人的温柔，只要你还没有变得幸福，无论多少次我都会从未来回来帮助你。第一，天气之子。天气因你而逆转，世界因你而天晴。不管晴天还是雨天，我只是想和你相遇。